你是我的好朋友乔治吗？不是不是啊，我是小灰灰变的。错了错了，原来是我的好朋友小灰灰。你是我的好朋友大头。不是不是，我是你的好朋友沃夫。啥情况？我眼睛出了问题吗？你是谁？你到底是谁？我是你的好朋友小宝呀。你故事，你故事，妈妈你来，我的眼睛出现幻觉了，救命啊，快来啊。啾啾不怕我们吃了奥特曼叔叔的变身胶囊，吓死宝宝了。宝宝，爸爸，妈妈，妈妈，爸爸，爸爸，姐姐，姐姐，奶奶，奶奶，爷爷，爷爷，哥哥，哥哥，妹妹，妹妹，吃饭，爸爸。爸爸妈妈和乔治他们都去哪里了？佩奇爸爸来了。哎呀，爸爸你怎么变成小恐龙了？佩奇妈妈来了。姐姐我来了，我是乔治。呀，爸爸妈妈，乔治你们怎么都变成小恐龙了？佩奇你别怕，是老巫婆把我们变成这样的。佩奇你赶紧呼叫奥特曼来救我们。好的。奥特曼，奥特曼你在吗？我需要你的帮忙，我的爸爸妈妈乔治被老巫婆施了魔法变成小恐龙了。佩奇你别急，我现在就把他们变回来。爸爸妈妈乔治你们终于变回来了。哎呦，大夫，我的肚子好疼啊，我好像要生宝宝了。我的天呀，你怎么这么大呀？你肚子里怀几个宝宝呀？就一个呗。哎呀，不行了，大夫，我要生宝宝啦。来来，别着急，你先躺下来。恭喜你生了一个小宝宝，可是我肚子还疼。你不说就一个吗？怎么又疼了呢？来，我再看看，双胞胎。哎呦，但是我肚子还疼。哎呀，别着急，我再看看。哎呦，三胞胎，可是我肚子还疼，还疼。那你别着急啊。四胞胎，还疼还疼。五胞胎，我的天呀，还疼还疼。好家伙，六胞胎，还疼不疼啦？哦，不疼了，不疼了。那幼儿园多久了？差不多一个月了吧。那是什么时候给我发工资呀？哎呦我的妈！他们给我发工资。哎呦我的妈！